OK，第16天，来啦！我目前呢已经把散母农场都给处理好了。那我们今天的话呢，就来种甘蔗好了，好不好？因为我目前啊想要就是附魔，我觉得我目前要把村民运过来之类的，交易太麻烦了。想要取得就是更好的工具的话，可能直接做附魔台比较快吧。我目前是这么觉得啦。来，那总之继续。繁殖，快乐。那总之，我们现在就，我想一下哦，直接啦，这边挖开来，然后种甘蔗啦，应该还行吧。OK，想这样子已经挖好了。OK，然后泥土呢已经铺好了。OK，然后水稻已经盖好了。OK，然后火把已经插好了。OK，然后甘蔗已经全部插完了。OK，然后天花板呢已经都加高了。这样子，我们甘蔗田应该还行啦。不过目前这样高度不太统一，我觉得有点丑哦，所以说我打算来啦，把这2片田也都加高一下。这个也没什么好讲的，就说花时间就对了。OK，像这样子，目前都3个高，看起来应该是没那么压迫了吧。